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周习伟，我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能够到花莲来陪着徐正伟出来一起扫街。他真的很可爱很认真，他一心只想帮我们花莲所有的乡亲能够都过好日子，能够都有钱赚，能够都平安，都能够幸福。像他这样的人出来当我们花莲县的县长，绝对可以给花莲带来未来真正美好幸福的。徐正伟，祝他高票当选，大家一起努力。徐正伟，动算！徐正伟，动算！徐正伟，动算！